之翼。陀螺手大战嘅挑战赛，现在就到高潮啦！所有进入到呢一度嘅陀螺手，一齐叫 Go！ Go！能够在这场对战胜出，赚得胜利和得到2000分奖赏的人是哪个呢？重新问一讲是我啊！讲晒你出去，眼目虚红，好犀利啊！力量真的很大啊！好犀利啊！不如你人眼前一亮嘅红苏红嘅选手，佢嘅力量好惊人啊！睇怕都冇人阻止到我嘅眼眼虚红啊！真的好犀利啊！红手选手的陀螺以压倒性的力量撞走其他选手的陀螺，他是不是可以一口气打晒所有的人呢？今天这场赛事似乎没有我们暗黑星云所找的人才在这里。好闷啊，还在这里搞这些东西啊，计我说快点开始陀螺手大战就更好。不可以这样，要搞多些这类挑战赛，只可以找到更多的高手。为了令雷霆魔龙有更多黑暗力量，就一定要找更多高手回来才行。总而言之，那些参加陀螺手大战的选手水准越高，龙牙大人就会越开心。为什么要有50000分的人才准参赛？因为至少有50000分的陀螺手才有资格跟龙牙大人对战。而这些挑战赛就是为了要发掘这些合资格的陀螺手而举行。其实你自己都想看看龙牙大人是怎样打低他们的。讲得没错，我的确很想看，但要等成3个月，你不觉得太耐的吗？天天是这样等真的很闷的嘛。现在可以做的事就是祈祷，希望可以早点出现一些可以喂饱雷霆魔龙实力非常强劲的陀螺手。如果祈祷到就会有的，就不用做那么多事了。喂，我明白了。哎呀，战情产生了变化，看来赢面好大的岩岩巨熊，不然之间被其他选手夹击，形势不是几好。几得意啊，全部一齐嚟攻我啊！红斩快击，滚！哇！知惊未啊？照咁睇嚟，今日场赛事都系冇收获噶啦。似乎都系。究竟发生咩事呢？吓！啊！啊！点解会咁噶？失礼晒。因为你实在太多破绽。啊！好犀利啊！成只红忍金冠横扫其他对手嘅岩岩巨熊，俾大野翼损失两根招。就制止了他的行动了。刚才的事是你一个人做的？当然了，就是我和我的大地苍鹰。原来你们都不是那么巴闭啫。暗黑星云的陀螺手不外如是。吓，你既然知道我就是暗黑星云的人，你都还够够了。我们无谓再浪费时间，等我快快脆脆搞定你啦。咦，别看笑我啊，只是雀仔而已，看他怎样打低你。红爪快击，好呀，不见了，上面啊，灭杀绝招苍鹰降翼衰。比赛结束，终于分出胜负了。好清脆地夺得今次陀螺手大战挑战赛胜利的人是大鸟翼选手和他的拍档大地苍鹰。这么轻易就将我们暗黑星云派出去的尖兵打败了，几好东西，这样才有意思。我一直都在等紧，好像这种这么厉害的人出现的。祈祷都有翻啲价值。美利斯，你好，主人。你即刻帮我手调查他。
我要知道佢喺边度出世，身高同埋体重，咁耐以嚟嘅战绩，中意食啲咩，总之咩都要知道。我知点做啦，主人。有样嘢都好紧要。系乜嘢？你应该知道噶。佢明知岩岩巨雄系暗黑星云派去，都竟然够胆打败佢，好唔俾面暗黑星云喎。呢层我当然知啦。夺得胜利嘅大妖型选手系会得到2000分作为奖励，恭喜晒！佢真系好犀利啊！大妖型呢个人好唔简单，佢隐藏住嘅实力可以话深不可测。我上次同佢对战就已经知佢冇尽全力。阿莹，你究竟系咩人嚟啊？陀螺手咯，同银河你一样。我希望可以在其他赛事再同你对战。我都好想再同你一决高下，话唔埋下次再见嗰阵就系陀螺手大战。喂，银河，你喺度望乜嘢啊？又话同我哋一决高下嘅？哦，系喎，系喎。你唔好以为自己犀利就轻敌啊！我对你系绝对唔会手下留情噶。边个赢就可以攞50分，知唔知啊？50分同2000分真系相差得太远啦。不过我都唔会手下留情噶，虽然只系普通嘅对战，但系任何对战我都会尽全力。一次对战就有50分，咁打低10个就有500分，打低100个就系5000分啦。系咁，325个啦。啊，系啊，总言之，开始啦。Go shoot！大鸟爷用的陀螺是大地创型，是个配备阔底盘的防御型陀螺，这些资料都算有用。只不过他在几个星期之前第一次参加挑战赛，在决赛被钢银河打败了，屈居第二，除此之外就找不到他任何的资料。只是查到这么少东西和完全不知道有什么分别、啊、而我们暗黑星云引以为傲的情报网络都只可以搜集到咁少情报翻嚟嘅啫咩？啊，真系好对唔住，主人。呢个人究竟何方神圣？呢个大鸟爷，发生咩事？啊！有人入侵。嗯，系大鸟爷。哦，请问系咪出动精锐部队收拾佢？唔需要咁大阵仗啊！今日难得佢自投罗网，我哋就由得佢玩下啦。佢既然系大鸟，就由得佢自由咁飞下先，睇定啲再说。真系好欢迎你光临呢一度，我真系谂都冇谂过要劳烦你专程嚟我 office 度见面嘅。你哋之前喺外面都搞咗唔少风风雨雨，我嚟打个招呼啫。我好想知道你为乜嘢同我哋暗黑星云作对？你话作对？我喺比赛打低岩岩巨雄，系为咗 show 下我只手有几劲。你只手？想唔想用我呢只手帮你做嘢？嗯，只要肯出钱就得。降世全新一代性能更强的爆旋陀螺再决高低，超强战斗力来自全新的混合轴心系统，爆旋陀螺钢铁战魂，烈风天马暗黑战狼激战连场。